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向大家说明如何间接使用ワルン社的这个记载。我用这些动作来锻炼，让我的背部肌肉更宽广。首先要向来说明坐的位置，健将来说不会坐的太靠近记载，要有点距离，有距离的坐下，在肋下上方的半继续，再可以让背部肌肉更能伸展或收缩。再来，让我们来固定膝盖前面的部分，就是我应变坐的位置。固定后，自己的膝脚赖根是看不到膝盖。接下来说明我把我的地方和方式，因为每个人的地格因人而异，所以我把我的地方各自性条件。但是我的时候把大拇指握在外面会更好。然后是下拉式的动作，在拉的时候请放松肩膀的力量，如果吃力的话，肌大的肌肉也会跟着一起使用到，就无法好好的锻炼背部肌肉，接会比较辛苦。下拉的时候双臂稍微往内缩，从侧面看的话就像这样子。最后让我来做四指吧。影片到这里结束，谢谢你影片看完，也麻烦你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个喜欢，谢谢。